干啥呀，老妹儿？来了，姐夫。啊，小花花送给你。这别整了，没用的，整那老好感呢，搁我干啥呀？找你有点事儿。啥事儿？快说，你姐妹一家，我还着急回家那看牛院呢。就是牛的事儿。干啥呀？给你家的小牛犊给我两头呗。不，你咋这么不要脸呢？现在牛多贵呀，你姐不能同意。我走了。哎，你这当妹妹的创业，你不得支持一下子吗？你创业，咱说那你想办法呗，是不是？现在你们女孩挣钱好挣，一张手哇哇进钱。哎，姐夫，你别想那抠行不行？不是我抠，你支持一下啊！姐夫支持你，加油加油，我最强，加油加油，我最棒，精神上支持你，加油！哎，你别想那么抠，你要再这样式，我告老丈母娘去了。总拿我丈母娘说事。我不搬出你丈母娘，你也是真不给呀。这么的吧，姐夫给你出两道题，答案一道我给你一头牛。真的啊？啊，不应反悔啊。啊，你说吧。说，田已荒，地已老，长得满地都是草。接下一联。田已荒，地已老，长得满地都是草。嘿，天冷牛已老，况且牙口还不好。这跟你家的牛正好对。哎呀。你瞅瞅，听好，下一个，四四方方一块田，一荒荒了十八年，十八年后有棵树，一直就在田里住。打个字，杀。打个字，是已经有一头牛犊了。三。这字。二。深。还前面。一。这个。就一头，去吧，回家吧。告我答案呢？就一头啊！我不告诉你，这寻思吧。那我啥时候上你家求牛犊去？老妹儿，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去比较合适啊？当太阳打西边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去求吧。你姐肯定能同意。你别说那废话，那跟公鸡下蛋有啥区别？不给就不给呗，还大埋汰人呢，啥也不是。呸！啥片都想占。